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明镜电视明镜台，在中国时间2020年12月30号的晚上的10点，也就是美东时间的早晨9点呢，为您现场直播的今天大新闻，我是安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我跟香港的著名的媒体人季卓明先生呢一起来制作。首先请出今晚的这个嘉宾季卓明先生，季先生你好。安华你好，明镜的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好，谢谢季先生谢谢我们的在线的网友和这个观众谢谢我们导播。接下来呢，我们把今天的5个题目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是应该说这个突发的新闻，就是深圳呢判了这个港人就是遣返，其中呢有2个人呢是遣返到香港，2个未成年，那么还有4个人呢进行了宣判。这些人呢都是这个今年早些时候呢，因为这个逃港的时候呢被这个中共的这个警方呢所抓捕的。那么这些人的这个命运如何待会儿就请季先生呢进行一番解读。还有呢，第二个题目就是有关这个中欧投资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已经是开了会开了视频会，那么宣布呢这个协议呢已经谈判是完成了。那么这个信号标志着到底是习近平赢了还是默克尔赢了那么第三个题目看看呢，现在川普呢现在已经是成了一个跛脚鸭在这样的一个这个20天的左右的时间里呢他现在的这种一系列的动作已经是被这个他的党内共和党党内的这些人士呢越来越不受待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麦康奈尔已经是翻脸了，变脸了对他的这个川普的有关的这个刺激方案的这种要求呢付诸表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不予回应表示了拒绝。那么川普是不是要在接下来的这20多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把这个共和党呢要搞残呢现在似乎共和党反而成了他的这个对立面了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呢倒是对他的这个要求这个刺激方案当中呢把这个每个人发这个600的这个支票变成2000呢予以的支持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来待会儿呢进行一番详细的这种分析和解读。第四个题目就是有关呢习近平和普京啊在这个两个人呢在新年到来之前这好几天两个人就通了话提前拜年这个事儿感觉挺蹊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俄罗斯搞不定了那么这个习近平急了呢那么第五个话题就是现在中国多地呢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这到底反映出了一个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有人说的这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开工太忙了订单都接到这个手软等等还是说那么因为和澳大利亚的这种所谓这种惩罚措施呢停止购买这个澳煤导致这个煤炭因为这个中国的火电居多嘛这个煤炭接不上茬了呢那么待会儿我们请季先生呢也进行一番详细的这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看看这个逃港这些港人在深圳被判刑的这样一个消息消息。我们看到呢现在应该说这个消息呢算作一个突发了。突发，我们看看这个绳之，所谓这个绳之以法呀，12个港人案就宣判了，那么10名这个所谓主犯呢，在深圳的蓝田法院应审，全部是所谓这个当庭认罪了，那么30号的这个早晨10点半做出了这个宣判，那么各判了3年2年和这个7个月的这个监禁。那么另外2个这个成年者呢是被移交给了这个香港方面。有关这个消息呢我想请季先生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这个案子呢是大家都很关注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受关注的一个案子。那个原因是这个12个香港人他们有一天趁着天黑月高就从这个香港
往外走。其实他们那个偷渡呢是往这个台湾去的，是对吧？那个，所以你这个偷渡，按照道理说，香港人出去呢，其实原来都是很自由的，去公海啊，那警方一般都不会去抓的，就是好像香港没有这个往外偷渡的这样的一种案例啊，就是偷渡到香港境内会抓，就往外走不会抓。那么啊，这个案子，以前我们说逃港者都是往香港逃啊，逃到香港，对，现在是成了往外走，这个是啊，正好是逆向走的，这个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案子被抓的。那么从判案的实际情况我们来看啊，两个未成年人，这个当局就是内地的公安和这个公检法就不予起诉，对吧？不，未成年人，那么移交给这个警方，香港警方。另外十个人，两个人呢是因为组织犯案，所以判三年。那其余的这个八个人呢是偷越边境罪，对吧？那个各判了七个月的监禁。那么从刑期看，我也问过一些那个内地的法律这个工作者，他们觉得这个判呢也不是判得很重，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判罪，对吧？那个，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内地判这个啊，它不算是一个重罪，所以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判案。那么问题有几个情况啊，那个这个里边呢也没有，其中有一个这个嫌疑犯，这个被判的这个偷渡罪被判的一个李于先呢，他是涉嫌干犯了港区国安法。嗯，那么港区国安法里边呢有一条是可以在内地审判的，有些重大的这个案子可以移送到内地去审判的。那这一次呢也没用这个罪来审判他啊，只是那个判他的这个啊，这个就是偷越边境罪。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是按照程序在做了，对吧？那个整个就是律师呢也是官方指定的律师，对吧？那么那个整个这个审判的过程好像也没有内地的媒体来报道，就是他的这个透明化，对吧？到底是因为什么罪，这个当中有没有辩护的情况，好像那个都没有，只是说是全部认了罪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我觉得有几个可以需要思考的啊。一个，这个是香港人犯案内地审判的好像很少有的一个案件，对吧？那个他的这个犯案不是在内地这个犯案，是从那个香港这边出去的。那么出去呢，原来我刚才讲了，香港人到公海去呢家常便饭，对吧？那个有的钓鱼船就出公海了，有的游轮就出公海了，那个有的这个赌博船在香港海域不能赌博，那个跑到公海就可以赌了。那么那就意味着以后出公海会不会都有可能会犯法，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香港的海域和内地的海域是重叠的，我们知道内地这个海域它有十二海里的这个主权，那么香港本来就属于内陆这一块的，对吧？就是连在一起的。那个内地的十二海里应该是覆盖了香港的这个海域。那这个中间这个到底怎么划分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的想象当中应该是覆盖的。那肯定是我们到香港有些海边对面就看得到深圳。所以你这边一出海可能就已经到了内地的海域了。是。那么是不是以后变成一出香港就可能违法了，对吧？那个这都是一些问题，对香港人是碰到的一个新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这些就是偷渡边境罪被起诉的这些香港人，其实他们面临着第二次被起诉，因为他们
多少都在去年的黑豹过程当中，可能会被警方是有些是那个弃保的，啊，有些可能那个警方正在调查的。那么，所以等到他们那个7个月或者3年的刑期满了以后，回到香港还得这个受香港的这个法律的可能起诉，啊，包括这2个被释放的，那个不予起诉的2个未成年香港人，那他们到了这个香港先要隔离14天，然后呢隔离完以后，可能就面临着法庭对他们的这个。这个审理，因为都，警方已经宣布都在去年的这个，那个集会啊、报案过程当中都有触法香港法律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些人都面临着回到香港的那个第二次审判，因为香港，好像没有这个偷渡、偷越边境这个罪名，那所以这一次也很蹊跷，所以以前也有媒体说。这一次是香港那个警方是安排看着他们出去，让他们到了一定的海域，被内地警方抓走。因为香港警方如果说抓他们，最多就是以这个可能，如果说你原来在保释阶段，或者说那个审核阶段，你弃保外逃，对吧？这是一个罪，但是没有一个偷越这个边境的这个罪。那内地这么一做呢？可以对那些准备弃保走的香港人，会是一个警醒，啊，或者说是一个给你们一个教训，啊，大概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好，那么谢谢季先生。那么看到这些人士的这种现在被判刑，那么之前你也说到，就说这个在以往是很少见，那么以后是不是会形成一个这种惯例？而且我看到有消息说，这个现在深圳呢，就是要准备这个要招一些这种港澳籍的这种公务员，而且以后这种公务员的这种再往这种未来发展的，就有可能的，这个香港也会招啊，有可能就变成这个双向的这种公务员这种流动，那么这样一来，也就是说这种所谓这个港澳啊和这个内地的这种所谓这种融合呢，那就会变得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您怎么看现在这种一个审判现在是在这个内地去审判了，再一个呢，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共方面想对这个把这个香港要彻底征服啊，要用这种方式呢来这种扩大这种人员的这种交流包括这种公务员的这种互相的流动啊，您怎么看这个今后的这种趋势？这个公务员流动是这个法律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因为内地招香港人，内地的这个它本身有关规定的弹性就比较大，对吧？那个这个也是给香港年轻人一个出路，那个所以很多人报名去报考内地的公务员，那个但是内地的这个要到香港来当公务员，这个可能应该香港的法律应该可能不一定可以吧？我想啊，我所了解的，起码是，现你在要就有要说看他取有得报香道港的说，这个香港的永久居民这个身份，可能才会成为正式的公务员啊。那么我看有消息说他也说到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也存在这种身份的这种障碍，但是就是说呢，再往下发展那就不说了，也可能就说会修改相关的这个规定啊等等，那么那当就然，那个香港变成跟大陆一国一制的话，那什么可能都会有，对吧？好，谢谢季先生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待会儿呢，我们的网友观众呢也可以参与讨论。那么接下来哦，我看看就是现在这个东欧的投资协定东欧的投资协定，那么这个双方呢已经是宣布，也是刚刚开了视频的会议，宣布呢这个投资协定呢已经是完成了，如期完成所谓这个中欧的这个投资协定的谈判。我们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呢，也是似乎让人觉得这个那么这个协定呢是中共方面的一大胜利那么习近平呢是12月30号晚间，中国时间在
北京也是刚刚结束的，实际上就是在北京和默克尔，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还有欧洲委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这个视频会议，共同宣布了如期完成这个中欧的投资协定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应该说，让人感觉到呢，这是中共方面啊，要抢在这个，拜登上台之前，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呢，拜登团队已经是向欧盟方面呢施加了压力，但是呢，看来现在呢，谈判呢还最终还是完成了，那么对这样一个消息，季先生您怎么看？那到底是习近平赢了还是这个欧洲方面赢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投资协定的这个内容确实中共方面还是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让步。尤其是承诺呢，要这个禁止强迫劳工等等那么这些方面呢，应该说也都是欧盟方面比较关注的、非常关注的话题，实际上也是美国方面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关于人权的这种保障的问题那么这个协议您怎么看，季先生？如果说谁赢呢？我想这个各有所得，各有所赢那个。欧洲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么中国其实也得到了中国想要的。那个，因为这个协议我们上周就讨论过，对吧？但它是这个历时7年的这个漫长的一个谈判，那今天终于有结果。本来我们认为可能今年年底还签不了，但是看来这个双方都很有意。那就不管美国这个拉长了脸，那个很不开心，这个欧盟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尤其是在疫情以后恢复经济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大市场对欧洲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所以当然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中国对欧盟开放市场，那个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为什么呢？欧洲西方市场原来都是开放着的，对吧？它是一个按照市场经济做，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市场。那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走出来，虽然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还有很多这个属于保护主义的一些领域没有开放，对吧？当然，欧洲也不是全部都开放，比如说相关国家安全的，比如说5G 啊，一旦纳入到国家安全，那就没得谈了，对吧？所以这个协议相对来说，中国是做出了比较大的一个让步，这是不错的，对吧？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消除了某些欧洲行业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壁垒，那其中包括你说新能源汽车啊、云端计算服务啊，那尤其是金融服务，对吧？还有那个大健康的那些产业等等。那么另外一个那个让步呢，是上一周我们就谈到。欧洲呢比较关注中国人的人权状况，那从欧盟方面公布的情况看，北京有了松动。那我为什么用松动这两个字？是因为北京方面从来不承认有强迫劳工问题的，但是呢这一次他就答应遵守相关公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松动，对吧？是那个，这是所以。欧盟方面宣布的嘛，它像这个北京承诺是批准一项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的这个国际公约那么它是这个采取这个持续，而且是采取继续和可持续性的努力，批准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的国际公约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在这个我们说到中欧投资协议达成之前呢应该说北京方面做出这个让步那么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国际社会现在认为呢，大规模强迫劳动呢是中国政府呢在新疆这个暴政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那么现在呢，就说美国新闻网站呢 ，Politico 呢援引的是欧盟官员的话说呢，经过过去几个月的深入讨论以及过去几个星期的具体发展呢，中国在谈判的三大支柱问题上取得了必要的实质性承诺。那么这个三大支柱呢，指的是这个市场准入。平等和竞争环境以及呢可持续发展那么这也是这个您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松动，确实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北京方面也是这个硬着头皮也得这个
就说不管怎么着得做出一个姿态，做出一个让步。那么现在呢，看来这个让步呢还是做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在经济方面、经贸方面呢，那当然呢，欧盟方面这种他想这种在中国获得这种利益呢，应该说也得到了满足啊。那么中国方面当然也有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这个今后的这个拜登政府，您认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啊？或者说是不是啊就表明呢，像北京方面先赢了一招啊，那么就是说先拿下一分啊，在这个拜登这个和川普的这个交接期的混乱的过程当中呢啊，那么中国方面哎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您是不是这样认为的？这个还有我还没那个前面没有讲完啊，这个OK， 对欧洲来说呢，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协议保证了这个欧盟和中国这个两边的贸易更公平。因为根据欧盟的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啊，2019年欧盟对中国出口商品大概是将近2000亿1980亿欧元，进口商品的价值呢是3620亿欧元。就商边贸易那个看呢，欧盟是逆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北京是顺差，那个所以欧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贸易，可以更多的这个对这个欧洲的这个贸易出口可以获得更大的那个益处，对吧？获得更大的益处。当然就是刚才你就讲的那个从北京跟中美这个关系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那个2017年中美两强相争的这个态势推移越来越明显，双方从关税啊、金融啊，再打到科技战啊，拜登上任以后，那个中方明显加快了这个投资协定的这样的一种商议和签署，对吧？那个所以等于呢，就是把这个贸易战，中美的贸易战，又扩大到了欧洲的这个战线，对吧？对欧洲的关系成为中美两强的一个新战场，变成一个新战场。所以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到，那个拜登没上台，这个还没走上执政的位置，他就急于想联合欧盟共同应对这个中国，但是现在中国抢先一步，先和欧盟签订了相关的投资协议。那么这个互相之间的这种贸易的这个突破，使得那个中国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又一个大市场有一个进入和突破。那么原来美国希望和中国脱钩啊、封锁，那么中国可以从欧盟这边打开一条通往西方的这个路，对吧？那么这个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那么这个对中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对外贸易的一个收获。南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今天的第三个话题了。那么第三个话题就是有关这个现在川普啊，他的这个地位。川普这个地位呢，现在似乎让人感觉到呢，是两边呢都不受待见了，那么麦克奈尔呢是这个29号，也就是昨天呢，延后表决，总统这个川普要求把这个个人纾困这个支票金额提高到2000美元的这个这个议案，而且呢敦促参议院推翻川普否决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个决定，那么这个川普之前是否决了，现在是再否决啊，那么应该说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呢，川普和他的这个党内的这些同僚啊，党内的同志啊，那么现在这种已经是关系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他的第一任期呢，这个任期呢，也就是马上3个星期之后就要结束，那么也是麦克奈尔呢对同党的这个川普啊，非常少见的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呢，这个变脸了，那么川普稍早是这个推文呢、发出推文批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领导人呢软弱和疲惫，
显然呢是要求把他这个啊，要求把这个纾困的这个金额呀，个人这个支票的这个金额从600发到这个2000呢，发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共和党内支持的这样一个信号，但是呢，没有得到回应。那么，麦克奈尔呢，在参议院这罕见的这个年终会期开幕发表这个演说之后呢，川普甚至发推要求参议院快速通过提高个人纾困金额，而且说了除非共和党人想死，但是呢，麦克奈尔呢，这个阻挡了立即审理提高个人纾困金额的这个案，表示呢要和这个川普提出的另外2个议题捆绑来进行审理，也就是大选的公正性和限制大科技公司。那么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这个民主党掌控的这个众议院呢，联邦众议院昨天呢是这个275-134票，已经是通过了把个人纾困支票金额呢从这个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而且民主党议员很早就同意就希望把这个金额呢定为2000美元，所以说呢这是罕见的对川普的一次支持，那么也是顺应了这个川普的要求来推动这个提案。那么众议院当然了，另外呢还以这个322-87票推翻了川普否决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这个决定。如果说参议院在这个顺利表决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呢，这也是川普这个行使否决权呢首次遭到否决或者说遭到推翻。那么这样看来呢，这些人我们就看到这个似乎川普啊，现在呢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就是说呢，两党对他呢，都是一个排斥的这样一个态度啊，他党内的这个同僚啊，已经是对他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包括这个麦康奈尔现在翻脸了，据说这个姆努钦呢也是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应该说反复无常已经是到了一个无法忍受的一个临界点了那么当然了，离他下台也不远，所以说现在呢，也都表明了一种似乎呢要对川普的这种撤回对他的这种支持，或者说呢对他这种忠诚，我们都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民主党呢，当然了应该说是乐见其成乐见这个共和党闹内讧当然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呢，对川普表示的这个顺应和支持，那么但是那也是这个民主党很早就提出来要把这个纾困金额从这600提高到这个2000就是3、4个月以前就已经是有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民主党当然不会去支持川普。那么这就表明了，这个似乎两党现在都和川普呢，关系闹得非常的不睦。那么川普到底是意欲何为呢？他是要这种要在最后的这个20天里面呢，要彻底的和共和党要做一个切割呢？要搞残共和党呢？还是说他要这个另立门户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是已经是这个敦促支持者在明年1月6号，聚集在华盛顿进行最后一搏向国会施压，不要认证拜登为这个总统大选的胜利者。那么这个全美各地的这个数以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包括这个女性支持美国优先停止投票到极右派的这个骄傲男孩等等这些组织呢，预期呢都会前往华盛顿呢重审川普没有根据的这种说法指称这个11月3号出现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导致他落败。那么，川普在这个上周末呢，是2度推文敦促支持者参加这项活动，并且称这次大选是我国史上最大的骗局。那么他呢，这个在前一天呢，这个又发文说了，1月6号咱们华盛顿特区见，别错过了。那么这项活动引发了外界对再次出现这种暴力的这种担忧。那么12月12号，包括骄傲男孩这些在内的这些挺川的组织参与抗议活动的时候呢，有数人遭到刺伤，数十人被逮捕。那么川普现在似乎是这个要最后一搏寄望着支持者能够施压国会拒绝这个州选举人最后的计票，并且将呢选举推翻。那么停止投票这个组织在网络上宣布呢，我们作为人民呢需要前往国会山庄的草坪。那么告诉国会不要认证。那么
我们看到相关的之前的报道，还有报道说，就说这个麦康彭斯副总统和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节前呢，曾经有过1个多小时这个交谈。应该说，彭斯目前呢已经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就说呢他无能为力啊，他只是一个礼仪性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没有办法呢就是推翻这个最终的这个机票的结果。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啊，交织在一起啊，让人感觉到这个我们对这个川普总统现在他今后的这种他的这种思路啊，他意欲何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抱有很浓厚的兴趣。那么，季先生，您是怎么观察的？达到目的，当然他是希望推翻大选。那个，他继续留在这个白宫，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目的，对吧？那个，他不想离开啊。那个，所以啊，那个能够不离开的，能够这个搞乱这个美国的所有的手段，他可能都会拿出来。那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再讲，就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美国大选后的这个形势没有出现川普指责选举大规模舞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没有那个一种那个实际的这个进展而变得明朗化，这种舞弊现象变得明朗化，对吧？但是呢，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团队一直死咬着不放，对吧？还有这个支持者不断放风出来，是吧？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实质性的这种指控，啊，谣言还是有，但是越来越无力了，对吧？越来越无力了。所以我是想，这个他的那些盟友、支持者、共和党人都可能也已经不耐烦了，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结果看不到这个乐观的结果，啊。那个你要是不是闹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不是这个几个法官都会支持他？都是未知数，而且越来越看不到这个这么一种这个可能有一点取胜的翻盘的这个迹象。所以他的支持者，我包括这个麦康纳尔 都是共和党人，可能觉得也不耐烦。那么这样下去。你是在消耗美国，啊，浪费和损失可能难以弥补。那你本来这个一个好的这个理性的交接，可能对美国重新走出来会有更大的帮助。现在反而这个很多正常的事情都没办法做了。那你包括这个，我看拜登也在抱怨，再过三个礼拜，拜登就要就职了。但是，继国防部宣布暂停交接这个以后，那拜登批评他的交接团队面对着来自国防部和白宫管理层以及预算局的这种政治阻挠，那他觉得很不负这个责任。就所以我是看到这个特朗普，他是还是想用手中所掌握的这个一切权力做最后的这个。一个搏击，对吧？那么，所以这个你像这个麦克奈尔，那他出来挑战，要看得出共和党内有更多的人是不赞同特朗普再这样做下去，对吧？那个虽然这个你说那个奇怪，那个民主党是从那个有些方案支持了这个。川普对吧？从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那个川普原来提出这个这么一个议案，那么那个也那个，但是并不是说从本质上民主党要支持他。一个你刚才讲了，民主党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期望；第二个，民主党也希望尽早的能够息事宁人，啊，不要再拖延。有些议案能早解决，非原则性的能早解决就早点解决。那么这样有利于美国大选以后可以走上这个轨道。啊，但是
特朗普是多变的，那你就是要息事宁人，那你最后不一定随他的这个意。所以我看到，在中国国内，那个那个原来是新加坡的学者，现在是中国的这个学者，那郑永年，对对。他在一个年会上发言就表示，他认为很有可能，特朗普在最后的任期来刺激一下出访这个台湾，那么这个是也是大家讲了很久，但一直看不到这种迹象的。原来是这个，蓬佩奥说有可能访问台湾来刺激中国，那现在又说是特朗普访问台湾来刺激这个中国大陆，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看到那个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他一天不认真的对待这个选举结果，那么就每一天都有可能出新的招数，啊，都有可能那个出一些刺激性的这个一些话题或者一个做法，但是最终会不会改变选举的结果呢？我是持那个怀疑态度的。那么那个如果说这样的话，拖了这么长久，那个最后再翻盘，那这个也有点不可思议。那这次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变成太多的不可思议。大华，是啊，那么现在这种，还有人认为呢，这也是川普总统就说想呢，在这个，既然你不仁，我不义啊，那么在这个最后的这20天里面呢，他要和这个共和党呢，可能反而呢，共和党成为他的更大的一个矛头，那么刚才说到了，就说这个，彭斯他认为呢，他无能为力嘛，啊，他做不到这种，能够让局势进行翻转的这样的一个。发挥这样一个作用，他认为这它是一个礼仪性质，所以说呢，应该说，川普总统呢对这个共和党内的同僚呢反而是越来越不耐烦，认为呢他们就太软弱啊，而且说到了没有像这个民主党人那样的这个团结一心啊，能够把这个局势呢能够扭转过来等等。那么他有没有这种用意，就是说想为今后的这种不管他是自己的东山再起，或者说呢还是这种扶持一个认为能够和他这个。保持一个同样理念的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呢，在今后呢，能够角逐的总统大位啊，或者说是在政坛上这种崛起，能够铺路，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还有2个职位的这个竞选还没有最终的这个尘埃落定那么就说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把600变成2000，现在共和党内大多数表示的这种反对，那么有没有可能用这种做法呢？扰乱这个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的这个上任啊，这个能够当选啊，从而呢达到这个削弱共和党的目的。因为让人感觉到现在似乎川普对共和党这个怨气反而是比这个民主党还要大。你看那天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 Bernie Sanders 说了一段话，哎，我看了这个川普好像似乎跟这个 Bernie 呢这个很咬弦儿。两个人虽然是一个是极右，一个极左，但是呢，这两个人的这种脾性，就是说率真的这种脾性呢，好像似乎很有共同点。川普也很欣赏，一直很欣赏这 Bernie Sanders。Bernie Sanders 就说呢，就说拜托了，他说这个总统啊，川普啊，你赶紧把这个法案先签了，大家急着用钱。至于你说那2000，600到2000，我们再议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表决，来推动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也想到了，就是如果说拜登一旦上台呢，拜登也一再表示，他上台很快就会要出台新的这个救济的这样的一些法那么就说，哎，没想到这个不是你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哎，这川普也就签了当天是星期天晚上就签了那么当然，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你说的这个话，当然不得而知，但是就说川普还是从善如流啊，那么就是说各方的意见，尤其是 Bernie Sanders 发表那番这个讲话呢，就说拜托啊，拜托你先签了你签了之后那600到2000，咱们再议那么再商量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也支持这个民主党也支持你这个要求所以说呢，你怎么去分析，就是说今后这个美国政治这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演变那么他当然他是。
就是现在呢，就是说不甘心，这是一方面，但是就是说有没有更长远的、更深的、深层次的这种考虑，这些。这个今后，那个我想今后没有特朗普的今后。那你想，这个特朗普的支持，主要还是他这个党。那他第一次的这个竞选也是在党内这个得到支持以后出来选总统的。那么他这个要连任，要继续这个，或者说这次失败了，继续要再出来这个竞选，那就像他说的一样，那个。2024年再战这个美国总统，那他还得要那个接受党内的对他的这个支持啊，没有这个党内的支持，他这个今后怎么走啊，就不可能有这个今后了。所以他跟这个自己共和党内这个闹翻，我想他只是为了这一次他的不甘啊，他根本没想到未来的这样的一种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像他自己本身也没搞清楚，这个600到2000到底是一个什么大的一个原则问题，对吧？所以他就是在那边这个拖延，那个而不是真的600跟2000，或者说那个法跟这个整个就是您为认为了就这个是疫故，情也就是啊，说故意到找底茬是儿，要找茬对儿，他就在拖延嘛，这个事情，你包括那个他寄 希望与支持者能施压国会拒绝州选举人最后的计票，并将选举翻盘，那完全是一个造反精神，那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是吧？是找出问题，而是。那个煽动这个群众斗争，对吧？那个来进行这个跟国会施压，这完全是一种造反精神，对吧？那不是正常的美国选举，按照程序、按照法律来得到结果的正常的这个做法。好的，那么谢谢季先生的这个分析，就认您认为呢，就是没有，川普已经没有未来了啊，没有未来了，就是说，就现在是临走那之他年，把自己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最大力量，这个共和党，如果说像你说搞翻天的话，对吧？那个闹翻的话，那他还有什么支持力量？他就是让民众，他还觉得他有7000万的这个选票，7000万选票是在选举的时候7000万选票，但是你看现在他的共和党自己的亲密战友都不支持他。他哪里还有7000万选票呢？就可能没有7000万选票了。大家都觉得不耐烦了。那个，那有可能，那个比较激进的认为这是大家他们想要的这个川普，但是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个不是他们想要的川普，也有可能他的这个7000万选票已经流失不少了，所以他现在要发动这个。群众来起来革命，来起来造反，那个会有结果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法律，这个美国的这个法治和它的程序都被破坏掉。那么就是因为有人之前也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猜测、揣测，或者说是一种判断，认为可能就是说川普是不是有可能要这个另立啊，这个新党啊，或者说呢，至少是组建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大的媒体啊等等，能来发挥，继续在政坛的发挥它的这个影响力啊。那么看来呢，就是您的这个判断呢，这些呢应该说都是，应该说是天方夜谭式的这种很难。很难兑现，或者说呢，他也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那么看来现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对这个川普总统的很多的这种分析和判断呢，还是有相当的这种道理。您对他这种看法呢，我们看到现在呢，也是我们之前的这种节目当中所聊的呢，也在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现实，也就是说，他确实就说是一个不能过高的估计。估计他的这种智慧啊，或者说他的这种能力，他现在呢确实属于一种有意识的在这拖延纠缠啊，属于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话题接着啊，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这个年底之前这个通话。那么他是28号晚上和这个普京啊通了电话。那么在这个过去一年当中呢，这习近平这个据统计呢，这个电话外交呢达到了81次。那么最后这一次呢，应该说呢，应该说目前来说，这个最后这一次呢，是留给了普京。那么两个人呢谈的据说是这个相谈甚欢呀，但是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这个报道啊，似乎让人感觉到呢，好像还不是，字里行间还透露出了一些信息。也就是说呢，一个这一次是习近平找普京主动的，不是应约了啊，因为这个中共方面呢很喜欢用这个应约这两个字啊，似乎呢表明都是别人求着他来找着他来的。说话啊，那么这回呢没应约两个字，这表明呢，也就是说是这个习近平呢是主动打电话给普京的。再一个就是两个人的通话，通过这个目前的这个官方的文稿啊，也都能看出来，是这个习近平呢说的多，普京呢回的短，似乎是这个习近平有这个很多的话要说呀。那么在这次这个讲话当中，这个通话当中呢，也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有一些对于今后的这种两国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呢，应该房间呢并没有过多的给予这种乐观的这种评价因为我们看到呢，一个是比如说在对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态度上，这个双方呢就已经是有了相当的不一致。当然之前呢我们还是说呢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最终呢在中期的时候呢，在11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发出了这个贺电那么这个普京呢是坚持自己的一个立场，一直到这个最后呢这是也是属于最后发出的贺电的这样的这个祝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方面呢和这个印度方面等等了，这些互动呢还是相当频繁的那么之前呢有人说这个好像是俄罗斯对印度呢有所不满，因为他对这个美国的这种倾向性的过于明显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和这个印度呢还是呢要再加紧准备这个普京明年上半年的这个新的理智行而且呢这个俄罗斯现在有意向这个印度出售呢被这个高寒地区研制的轻型坦克等等，也在讨论一些大的这个军火的合作项目。那么俄罗斯方面是期待呢和这个期望这个印度保持密切关系让他呢这个印度避免了这个同时呢让这个俄罗斯也是本身呢避免了这过分依赖中国了。那么普京和习近平是12月28号的电话交谈两人强调双方关系的就是所谓这个高水平，而且是前所未有那么这也是两国这个轰炸机呢前两天的这个刚刚进行的空中的这个战略巡航之后呢，双方外长电话交谈之后，一个星期来呢，俄中关系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那么这个综合起来来看，俄罗斯现在呢，应该说对于这个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始终让人感觉到就是所谓这个政治上的高水平这个具体合作或者经济方面的这个低走。这个政治高开是这个经济低走，那么双方这种民间的这种交流呢，也是要相比这个中国和这个西方国家来说要弱得多相比这个俄罗斯和西方的这个交流来说也是弱得多。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一冷一热，或者说呢双方的这种似乎现在呢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战略巡航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媒也好，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人士也好呢，似乎对这个事件呢是这个非常的兴奋感觉到这是所谓这个中俄背靠背那么就是天下所向无敌那么看来呢，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有些言过其实了。那么就是说俄罗斯到底愿不愿意跟这个中国呢保持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高水平的合作呢？这是一个现在一个非常关心的、值得观察的一个看点。那么季先生您怎么去分析和判断中俄关系
未来的走向，或者说现在两个人这个通话到底又透露着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完了2020，对吧？嗯。但是世界局势却没有走出这个2020的这个困境，对吧？我们知道2020发生了什么，那么所以呢，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处于这个极微妙的一种地位和处境。那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当中，中国的经济是一枝独秀，但是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却更为紧张。那么，如果拜登上台，对吧？那个他这个开启美国的这个执政，美中关系的方向仍然是未知的，或者说，基本上中国希望可以转向，但是，现在看不到转向的这个迹象。那么，虽然跟欧盟有签约，那走出了有可能改善关系的这一步，但是英国跟欧盟脱钩了，对吧？这个签约可能就不包括英国，它是跟欧盟签。那么，即使如此，这个，欧盟的这个要经济利益，但是他仍然不放弃盯着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么再加上中国"一带一路"一直还走不出来，啊，所以未来这个走在世界这个路上呢，可能是走得更艰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是吧？那个啊，尤其是2020完了，2021会不会有新的一波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的这么样一种迹象出来？那你比如说疫情过后，那会不会掀起一波这个算账潮？那这个都可能是让中国比较担心的。那么，所以这个再加上这个拜登已经那个非常明确的讲，那西方国家联手，美国要和欧盟联手对付这个中国。那么，中国在寻找突围当中也需要支持。那么，这个俄罗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对吧？非常重要的这个伙伴，所以，我们看那个，他这个是新华社的这个一个报道，他推出的这个文章，讲这个习近平和普京聊得特别深，对吧？讲是不是聊一般的年底拉家常，对吧？他这种通话的重点，那个是一些具体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那个当然，一般这个也是常理。刚才安华你说，就他讲的就是习近平讲的报道内容都是文章内容都是习近平讲的内容多，普京讲的内容就是没有报道出来。所以普京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比较原则的一些态度。那么，但是一般情况下的报道都是以报道自己的领袖为主，啊，写自己的这个领袖的这一些信息透露为主。那么，所以他们交换的那个国际问题都是国际关系的特点、那个优势、价值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那个两国元首在一起梳理那个一年的事，认真谋划更长远的事。这是文章里面说的啊，文章里边那个给予一个结论，就这一次通话的特点是梳理这一年的事，认真谋划更长远的事。如果从这句话来看啊，可以看得出两个人通话通的时间会很长，对吧？聊这个聊天聊了很长时间。那么重点不在梳理这一年的事，而是认真谋划更长远的事。就那么。那个中国或者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通电话，是希望更长远的两个国家怎么携手，对吧？因为西方国家已经携手，那么中国跟俄罗斯原来一直是携手的，而且两个国家都是西方的对头，所以这个就有可能这个携起手来对付这个西方。
对吧？那么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重点，而且这一次，那个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互信是新时代中俄关系的一个基石，对吧？那个中俄关系特别独特优势和宝贵价值基础就是互信，就是这两个国家就是要互相信任，不可能不希望要有矛盾，更不要受人挑拨，是吧？中国保持了自或者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信息，是吧？中国是相信俄罗斯，希望俄罗斯也要相信中国，对吧？这个又是一个特点，是吧？那个就这个两个国家要携手，而且互相不要这个猜忌，对吧？互相要能够这个有一个共同的信任，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抵制西方对中国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围攻嘛，对吧？这个可能是那个中国期待的，对吧？都不希望中国不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跟西方，如果说没有一个那个达成一个好的协作关系的话，至少中国不会孤军这个奋战。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对吧？两个国家互相信任，或者说那个通俗的说，就是抱团取暖。那么我看到这个还有一篇报道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他29号这个记者会上呢，开了一个年终这个年度记者会。他说呢，这个他这个倒是透露了一些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些消息信息哈。他说这个因为疫情啊这些原因呢，普京今年没能来这个中国访问，但是呢，俄罗斯方面希望等待这个疫情被这个攻克之后呢，普京总统能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元首。那么之前一天呢是这个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通的这个电话嘛。当时这个习近平主要是他是认为呢，这个中俄关系具有这个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的价值，不受这国际风云的这个变幻的影响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且说到这个中俄如果加强战略协作呢，就能够有效的抵御、打压、分化两国的任何图谋。那么这当然呢意有所指了，那么为这个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呢，铸就坚固的屏障。那普京的回应呢是，俄方坚定不移致力于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统计，俄罗斯方面的统计，就是过去7年当中，两国元首曾经在互访还有其他多边这个外交场合呢会晤超过30次。那么今年呢，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那么两国元首呢，这个没有这个互访，但是呢互通了5次电话，而且呢还有书面往来书信的往来。那么俄中的这个外长呢，通话是8次。那么这个杰尼索夫这个大使呢，在被问到这个拜登即将在明年1月执政，莫斯科和北京将如何互动，这个也挺比较有意思。那么他是直截了当的说呢，拜登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对中俄关系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两国已经形成了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不会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当然是就和这个，普京和习近平的这个调子是当然是一致的，而且他说到了，他说这个川普政府快要下台了，在其任期内，川普使俄美、中美这两对重要的国际关系都陷入了僵局。他说：“我想强调的是，造成这样的局面，责任完全在美国。那么，他还表示呢，就说，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是尽可能的采取措施，避免这种情况的这种出现的。但是，这个川普政府呢，还是让中美、俄美这两对关系呢恶化到了目前的状态。这个说法呢，是不是很由衷？这也确实，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啊。那么。”
他是就是吉林索夫，他说对这个中美关系有长时间的观察，他认为呢，这个中国应对美国方面采取的办法很适当啊，基本呢，就说对美国的一系列不友好的举措呢，不予理会，那么这个美国新政府即将上台，俄中两国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和美国新政府合作，展开新的接触，那么改变了目前这种困境啊，那么对此呢，他表示期待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今年10月举行的这个俄罗斯那个瓦尔代的这个智库论坛会议上呢，普京在回答这个一个中国学者提问的时候说呢，俄罗斯和中国有结盟的可能，但是目前没有必要。所以说有分析认为呢，不管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都不愿意卷入到这个对方呢和这个周边地区的摩擦和博弈当中，这是两国不会结成军事同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杰尼索夫这些，所说的这些呢，倒是很有这种看点哈。那么他也有很多的这种具体的这种说法。那么应该说，您刚才也说到了两国的这种互相的这种背靠背的这种支持，对于中方来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即将可能面临的疫情过后的这种所谓后疫情时代的这种种种挑战和危机，包括这种对于这种中国这种施压呀、索赔呀等等，那么这些呢，这都是可能浮上台面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这个要点或者说是话题。那么您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的支持又到底有多重要？其实俄罗斯有他自己的这个盘算，就是那个中国一直对朋友都是那个很推心置腹，那个说当然中国也提出这个不结盟，对吧？想保持这个比较中立的一个姿态，但是俄罗斯你看啊，他那个基本上比较强调的是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那所以，我们经常会有的时候会说，中俄两国是兄弟，往往有的时候这个会插兄弟一刀，对吧？背后插兄弟一刀。那个你看一个很微妙的这个关系，俄罗斯跟印度的这个关系，这个友好关系不会亚于俄罗斯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对吧？那个你想，俄罗斯在跟习近平这个通电话的时候，那他同时又准备去见那个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对吧？那个，也有可能，那个他要跟这个中国，希望跟中国这个，到明年能够第一个到中国的访问，说不定他也会邀请这个莫迪跑到俄罗斯访问。但是我们也知道，印度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它又跟那个美国走得很近，啊，在印太战略当中，美国就是把印度推在前面，再加上印度现在跟这个中国还有边境的这些问题，啊，互相之间摩擦非常深。但是那个俄罗斯对这个印度在军事上，对吧，这个支持的力度又很大，啊，帮他建那个第五代机和潜艇，啊，开发这个高原坦克，啊，都用于是对付中国的，啊，甚至于这个在航天领域，他们也有合作的这样的一种计划。那个，所以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就是一些学者就认为，随着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以及美中关系逐渐成为今天国际关系的主轴，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对吧？要避免俄罗斯过分依赖中国。哎，这个是他们在考虑，这个俄罗斯不能过分的依赖中国，他要有自己的这种独立性。那个俄罗斯有自己的打算，那个算盘，他要成为亚洲第三股独立力量，与印度联手，那么这样呢，可以帮助俄罗斯来推进这么一个战略，那么形成美中两强之外的一股新的力量。所以他有他的这个盘算，因为那个俄罗斯会觉得这个
中国现在面对的西方的这个遏制或者包围，中国应该更希望协助俄罗斯，对吧？而且，那个在能源方面，在其他那个资源矿产问题上，俄罗斯那个可以提供给这个中国。那么，其实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对俄罗斯是很大的帮助，对吧？但他往往就跟这个中国要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当中，俄罗斯会觉得中国更需要他。那么，所以呢，他想游离与各方，中国与各方这个之间，那个变成一股新的这个力量，那这种成分可能会更多一些。您是不是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在玩这个啊，就是说，在这个进行这个地缘政治考虑的一些，或者说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方面呢，就是中共呢是。不具备的，就是说，俄罗斯它这个一方面，您也说到，它很鲜明的表示，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任何场合下，那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是并不忌讳或者是回避谈这样的这种话题。再一个就是说，似乎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这种和美国这种关系呢，似乎让这个俄罗斯呢现在是显得得心应手啊，他是这个两面逢源。就是说，这个一方面认为呢，中国可能有求于他，中共呢对他这种需求呢会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呢，他和实际上呢也在不断的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和俄罗斯和这个欧盟之间这个这个北溪二号这个管线的已经是在德国这一部分的已经是竣工了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合作呢，应该说也是在和欧盟这种合作也是在有条不紊在推进的。就说呢，它是两边的，它双头鹰吧，在东向、东边、西边的，应该说都是在兼顾，而且呢，重点实际上应该说还是在西部就是和这个西欧的关系和欧美的关系。您觉得这样一个大的态势是不是会得到一种改变，还是说呢，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今后的一种发展？其实这个俄罗斯也会面对一个新的美国，因为原来那个普京啊，或者说俄罗斯跟特朗普，还有那种这个藕断丝连，或者说一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个拜登已经明确的说，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对吧？他觉得不管从意识形态还是从这个俄罗斯的野心。俄罗斯跟周边的那些国家，尤其跟欧洲的那些关系来看，美国都把它成为看成是一个那个敌手，对吧？来调整中国成为一个对手。其实，在这一盘游戏当中，那个美国未来对俄罗斯，包括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这个，应该是更警惕。那么，俄罗斯可能认为现在中国在前面那个跟西方社会那个受压挑头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想办法游离，或者说减轻点压力，或者游离之外，对吧？那么那个让中国先能够挑在前面，那所以他既跟中国合作，同时也在防着一手，对吧？所以有俄罗斯的学者认为，那个俄罗斯跟中国也不能够走得太近。那在不断密切关系下，不能被看成是过分依赖中国，包括经济啊，或者说其他的，他要自己成为一股独立力量，这个成分可能俄罗斯考虑的比较多，对吧？那个他也会认为，他跟中国，这个那个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比较接壤，他跟这个印度一样。会面临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是不是中国强大以后对俄罗斯也会有威胁？所以他其实也在警惕着这个中国。是，就是说这个呢，也确实，我们从中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媒体也好啊，还是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看到一些网民的留言呀、等等，始终对俄罗斯呢是抱有
应该说，尤其是在民众当中啊，始终是抱有这种压倒性的这种高度的怀疑，就说对俄罗斯的这种若即若离啊，或者说他这种背后捅刀的这种担忧啊，始终没有减退过。那么就是您认为，就是这样的一种表面上的一种热络和一种实质上的，实际上并没有包括这个，包括这个"一带一路"和他这个俄罗斯欧亚这个战略这种对接啊等等，应该说都是并不顺畅。而且中俄的这种能源合作到目前为止啊，也是这个实际上中方是吃了亏的啊，这一点应该是还是要看得很，因为这个媒体报道的相当多了啊。那么他是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啊，总是想这个拿着人给你这最后的关头呢给你啊，因为这个中俄的这种能源合作，也就是在这种不可靠的情况下呢，实际上这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啊，中共推出这个"一带一路"呢，也是基于这个和俄罗斯的这种关系的这种不稳定，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啊，这种考虑下的一种结果啊，包括和这个巴基斯坦通过南向的这个啊这个能源的这种进口通道的这种要打通啊等等，这实际上都和俄罗斯的，如果说俄罗斯是一个很稳定的和很可靠的合作伙伴呢，可能中共方面对于这种南向的这种能源的这种战略的这种部署呢，可能就不会有那么急切的或者说那种迫切的这种需要。但是现在呢，因为和俄罗斯这种合作呢，始终让人觉得实际上中共的高层也并不放心啊，那么民众的这种表现呢就更为直截了当啊，就说认为这种我们可以看大量的这种评论嘛。那么就说这样的这种合作让人感觉到似乎就是一个摆设啊，你说一年来上那么一回所谓这个战略巡航有什么用啊或者两回的这种那么这个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问题上出现之后呢，包括这个疫情初期呢，俄罗斯对这个中国人这种打压这种驱赶，这都已经是引发了这个俄罗斯这个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抗议等等。那么这样的一种，为什么中国方面还要竭力的维持一个表面的这种和谐，或者说是一种团结的这种表现呢？实际上双方这种都是各怀这个心思啊，心怀鬼胎的嘛。那么您认为这种关系的这种基础牢固吗？就说今后的这种发展有没有可能导致这种双方的这种分崩离析的？这个倒也不会，因为这个也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啊。你包括在联合国那个对一些国际事务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决定当中啊，在伊朗问题上啊，甚至于这个朝鲜问题上，中国俄罗斯还是站在一起的。那如果这也不能站在一起，那这个被西方社会各个胁迫，可能这个那个这种损耗就会更大。所以也不能说是完全是这个表面和谐，没有实质的合作。其实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中俄还是联手，包括在联合国。那个为了中俄共同利益否定很多这个决议，这种情况那个还是站在一起的啊，不能完全这个说是这个只是一种表面。那么但是各有各的利益，对吧？中国是希望俄罗斯跟俄罗斯更坦率，对吧？包括讲这个互信可以真正做到这个同志加兄弟这么一种友谊，但是俄罗斯可能想的更多，对吧？他对跟我们刚才讲的对印度的这种关系，俄罗斯跟周边的这个国家关系都不好啊，对吧？跟那个日本，跟那个乌克兰那边，对吧？那个欧洲的和亚洲的，那个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很铁的哥们，对吧？跟就是像印度比较关系好一点，其他也没有很多的那个，那所以这个中国也是非常希望那个拉着俄罗斯那个成为一个互相支持的一个，在国际社会当中一个有力的一个互相支持者。那么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利益上还是会各有各的利益，我们刚才也讨论。那么但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这两个国家基本上还是站在一起的，在应对这个西方
的挑战或者压力的话，那基本上都在还是看到有共同的这个利益，并不是说没有共同那的，好是，吧？就是共同利益肯定是有，但是就是说呢，这个确实不太可靠啊。这对于，尤其是对于中共方面，总是觉得这个俄罗斯呢，这个没有还不行，拉一个这个可以壮壮胆确实有些方面你说的这个，尤其是地缘的这个大战略方面的，这个大的格局的这种构建方面呢，还是需要它的这种存在但是呢，这个小动作又不断。啊，他给你不断的这个蚕食你这种利益啊，或者是占点你的便宜啊等等，那么这种事儿没少做过所以说呢，现在也确实，这个中共方面的这种处境啊，应该说大考还没有来呢那么这个后疫情时代呢，又是一个新的一种挑战那么我们看看，拭目以待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现在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拉闸限电。这个拉闸限电呢，这个就让人觉得呢，现在尤其今年呢，又是中国各地出现了极寒的天气，比往年的冬天要冷，而且呢，这个大家的这种，当然冷了就意味着用电量要增加，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有人说呢，这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这个各国的这种需求啊。这个由于这个生产量的这种急剧的下降那么中国现在成了一个世界的供货基地那么各国的这个订单呢这个纷至沓来有人说是甚至接到手软那么所以说用电量呢一下子跟不上了，我们看到呢这个多个地方正在经历这个断电的困扰，受停电影响的省市地方很广包括这个湖南、广西这个。浙江啊、内蒙啊、江西啊、广东啊，包括广东境内受波及的地区，除了广州之外，还有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等等这些惠州、珠海，而且上海的黄浦江沿岸的这个标志性灯光和这个激光秀呢，未来几天也都是要准备无限期的关闭，而且一些这个办公楼都出现了停电，那么这个在浙江东部这个义乌的小商品集散地呢，路灯也都关了好几天，工厂只能部分时段开工。那温州的这个当局呢，要求一些公司不要在办公室里开空调取暖，除非气温下降到接近0度。那么这个湖南的这个《湖南日报》呢，登了说这个省府的这个省政府办公厅通知啊，制定了每天的这个10点半到12点、16点半到这个20点半的这个停电时段，等等吧。那么现在呢，你这个南方还好一些，那么这个北方呢，就已经是冰天雪地啊，这个极寒的天气。那么如果再停电的话，确实这个很难熬。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停电当然也有很多因素这种叠加了，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煤炭的问题。那么这个澳大利亚的媒体认为呢，这个中国拉闸限电可能和这个澳媒的禁令呢。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因为之前多少年我们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中国有拉闸限电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中国这包括这个煤炭的这个产量也好，发电量也好等等，那么这些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些输电，这种网络的这种建设，应该说也是这个是相当领先的，那么如今却出现了一个停电的这种情况。包括这个新能源的发电，这种传统的这种火电，还有这种包括这种核电等等。那么中国就现在这种能源的这种尤其是电力方面的，似乎已经是多少年让人已经是很难想象到有这种稀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么现在这种拉闸限电呢，让人就想到了过去这个计划经济时代，当时呢这种拉闸限电是就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这个湖南、浙江两省都推出了这个限电的措施，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么这些，让人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和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煤炭因为被中国这个下了禁令呢？所以现在导致这种，因为中国这个煤炭的这种，因为很多这种锅炉啊，就是发电的这种设施呢，都是因应了这种澳大利亚煤炭这种特质所这种设计或者说制造的，那么这个它是低硫这个高能的这种煤炭，
那么中国的这种煤炭呢，因为这个有些方面呢，因为可能是过于依赖进口了，所以说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接不上茬啊，有人认为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拉闸限电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呢，我们也看到有这个地方当局说到了啊，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湖南，他说的全省6700多万人已经达到了电网最大负荷，而且呢，预计在冬季高峰时期呢，这个电力缺口有这个300万到400万千啊。他是说到呢，就是强调了这个天气冷的原因啊，然后呢也承认，就说他说湖南省的煤炭供应不足。多方面的原因啊，所以说现在电力供应比较紧张啊，等等吧。我们看到这个，应该说这个和澳煤的这个澳煤确实是一大块啊，一大块，包括这个铁矿石也是。那么这个用电量呢，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了啊。那么这个中国是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消费国和投资国，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啊。所以说呢，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是让中国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嘛，所以说中国现在提出来到2060年实现这个碳中和嘛，那么这个煤炭的这个现在呢，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消耗了超过6800万亿瓦时的能源，超过了当年整个北美的总能耗。那么上星期三，中国发改委的发言人表示，上个月中国的年用电量同比增长了9.4%。那么虽然就是说可以说中国的能源并不能说就依赖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煤炭，但是呢，这个澳大利亚澳煤呢一直在中国这个能源组合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我刚才说到一个煤炭，一个是这个铁矿石那么它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动力煤和冶金煤澳大利亚这个煤炭的质量是很好，那么前者是用于发电的，后者用于炼钢和这个炼铁铁矿石的。那么去年呢，澳大利亚18%的动力煤出口到中国，价值40亿澳元，煤炭的出口总额是137亿那么所以说呢，因为现在这个限制这个对于澳大利亚煤炭这种突发这个禁令呢，是不是和这个接不上茬儿有关系等等。那么这个话题，季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拉闸限电的这种状况？到底它这种是一个好情况呢，还是一个后续的这种可持续性的一种危险性的一种显现？有人说，如果说这是订单太多了，顾不上来了，那这可能对这个中共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如果说是一种后续的一种可持续性，或者说一种有，甚至还有人说到是中国现在这种外汇的这种短缺，导致它这个进口出现了问题。等等，那么这些您是怎么分析和判断？这个情况基本上你都已经讲到了，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对吧？不是某一个原因，对吧？不是因为这个澳煤这个正好是在中国的很多港口停了那个近百艘这个澳大利亚过来的船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吧？那个包括这些船员好像据说也要达到上千人，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就我你刚才几个原因其实都讲到了，一个是经济复苏，啊，那个中国的在走在全世界的前面，所以各个国家都没有生产能力，都是向中国进口，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需求大，啊，这个你刚才讲商务部都有这样的数据，那么这个增长量一大，那么再加上这个气候那个冷了。这个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那么用电的负荷就那个大增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刚才没讲到的，就是原来中国有很多小型的煤矿，就是在山西有那个煤老板，是吧？那些煤老板呢，是那个对那些计划煤大煤的这个是一个补充，但是呢，这些那个煤呢，可能都是雾霾的这个重要污染源，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国家不鼓励这种低质煤，所以那个原来的这个大部分都属于这个
一些杂质很多的这种煤呢，嗯哼，嗯哼。现在小煤厂都被关掉了，让乌镇的这个煤矿呢都关停并转了，那个地震煤对环境的影响都被关了，关了以后呢，就是那个要么就是用这个液化气，天然的液化气，那么中国天然液化气产量也是挺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从俄罗斯卡塔尔那边来进口的，那么但是呢，那天然气价格很高，那个发电成本就上升了，那么就是这几个原因，就原来就开始用这个澳煤，澳洲的煤呢就比较这个质量比较好，那么所以呢那个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这一次跟澳洲的关系那个一紧张呢，就那个有些澳煤就进不来，那原来这个缆煤机组改造以后，那么你一下子又用不上澳煤，那个就是用这个那个印度尼西亚的煤或者是俄罗斯的煤，那么这些煤呢跟澳煤的这个指标上也有差异，那么所以呢这个需要优质煤又调度运输可能又有些问题，澳煤的不能进口是突然之间的，对吧？有些跟不上这个需求，那所以这一些呢，叠加起来是多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那大概就是那个经济恢复强劲了，对吧？用电量激增了，第二个就是环保严厉了，机组改革淘汰了劣质煤，对吧？那么第三个，国内的产能饱和，运输不畅，那么重要的运煤的港口呢，这个煤船堆积，那么第四个就是澳煤受阻，难以进来。那可能就是这个几个原因，再加上这个今年的寒冬来得很猛，对吧？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席卷整个中国的这个寒潮，那个气温都降得很低，用煤量就会用电量就大增了嘛，对吧？所以现在有些公共场所，也包括上海，去图书馆，它的这个温度就上不去。以前你到图书馆，你那个起码把外套脱掉，现在你外套脱不了了，穿着外套可能在里面还有感到这个不够暖，那这种情况就限电的情况就出现了。它要保证居民的这个抗寒的冬天用煤，大概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吧。那不是一个两个很突出的原因，综合性的情况叠加，造成现在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网友，我看到这个在这个啊这个YouTube 这个留言区啊，有一个观众他说是为了12月30号这个碳排放达标啊，所以说这个他说这个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当然我看到有这个报道当中也说到了有这个说这是出于这种政治要求政治原因。那么这是不是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我相信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普遍的这种拉闸限电，而且它集中在，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湖南和浙江，那么这个我想呢，这位观众的说法呢，就有点站不住脚了。如果说要碳达标的话，那不可能是一两个地区的问题，那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要求，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个别地区的、个别省份的这种，集中的出现这种现象，包括这个东部的，包括上海啊、浙江啊、这个湖南呀、广东啊这些地方呢，显得比较这个突出，其他地方倒没有看到这个过多的这种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说法呢也是值得商榷的，不管怎么说，这种现在出现这种拉闸限电，确实是多年未见的，多年未见的。我们之前这个10年当中，确实已经是让人很难想象会有出现这种拉闸限电、停电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现在中共方面这种一直是自诩啊，这个美国的，比如说这个电网有多落后经常是跳闸啊，这个中国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这种停电的这种这个停电已经是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状况了那么现在突然又出现这个拉闸限电
那么这就让人感觉到一定要打一个问号嘛那么至于这个多种因素这种叠加呢，我相信这肯定是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哪一个因素可能更明显，就是说更占的这种比重更大一些那么这个呢也是值得就是我们去继续呢去观察的一个话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五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金先生。我们接下来看看有没有网友要发言，如果没有网友发言的话，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请您呢对今天的五个话题进行一个精要的一个概括我们现在看有没有网友要发言。如果有网友发言呢，现在可以举手。好，那我们今天呢，那我们就这个今天大新闻的这个专家和嘉宾的这个点评啊和分析阶段呢，我们就到这结束我们再次感谢季守明先生，感谢我们在线的网友和观众感谢我们导播，我们希望大家呢喜欢我们的节目，继续呢给予支持分享收藏给大家进行推荐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大家。